为什么用红绳作为爱的信物呢？来，有请我们女嘉宾上场揭晓。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彩霞高挂半边天。我是高霞，爱的选择，我来了。爱的选择，您来了。他都来了，你还不往前走？真挺帅的。外表形象都很好，人也不错。他那个人倒挺好的。那您给咱揭晓一下吧，为啥用红绳作为爱的信物呀？就是我这儿有一个同心。所以我刚才我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我刚才就想说，就是永结同心的意思。轩轩摊事儿了，希望这个红绳能牵走一个我的那个他。其实啊，我们的心愿呢是今天能够这样啊，能够这样。就先给绑上了。轩轩今天这个整期节目都是叔叔阿姨就这样的造型是吗？怎么绑的呀？今天我特别开心，我觉得哎呀，就把你这个绳拴上去之后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场景，轩轩帮你们主持着婚礼，系上了红线，真的这个画面哈，我希望尽早能实现，希望叔叔阿姨今天能有火花产生。那二位这绳牵上之后，我估计这个电哈刺啦刺啦的过的，反正我搁这块是也得受点影响。这样